嗯，好吃，特别嫩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远，花了1000块钱买了一只苏尼特羊，今天咱们做一个汗蒸小肥羊，咱们现在先把它清洗一下。把羊从中间分开，把肚子里边的肥油去一下，把小羊改一下刀，刀口适当的拉伸一点，准备点腌羊肉的辅料，姜片、香芹、大葱、香菜、洋葱、清水、盐、胡椒粉，搅拌均匀，腌制4个小时。哎，远哥，今天羊咱们怎么吃啊？今儿蒸，咱们做汗蒸小肥羊。咱们今天用这大锅蒸羊。放几粒花椒，刚刚好。蒸大气以后蒸1个半小时。走，刘爷，走，哈谁啊？走。小肥羊已经蒸透了，准备出锅。妙手，汗蒸小肥羊，尝尝。啊，尝尝，咱是辣啊，这肉也行，这肉挺软乎的，也调下来了。来羊腿，原味儿吃的行吧？嗯，好吃，特别嫩。羊腿，真香啊！哈，蒸出来味道也不赖，是吧？嗯。我来这个的。嗯，哎，真得劲儿！哎呀，我这么吃真好，也行了是吧？比炖着吃也不赖，这么吃好吃，嗯，这真好吃。好，拍着的那种肯定好吃，非常嫩。对，好，来吃个羊排。这针特别细，一吸进去了。嗯嗯嗯。嗯。这来我想啊，吃肉，这肉蒸出来比我想象还不赖。不是。这个嫩哈，嗯，你这一嗅进去了，嗯，蒸出这羊啊，蘸上料吃特别的香，原汁原味。远哥，嗯，这个月咱吃了几次羊了？算上你上回来那回用柴切回来，这得一年才吃3-4十头，嗯，差不多，差不多是吧？比这蒙古人也不少柴。这羊蒸的不赖，蒸起柴柴白啊，差不多。哎呦。